丢失政权后的第一次党选，乌统将在明天选出新的最高领导层。尽管党内要求换血的呼声高涨，不过调查显示，现任署理主席阿莫扎西依然呼声最高。Elham 研究中心的支持度调查显示，阿莫扎西目前依然掌握过半的支持率达51，达百分之五十一。至于其他两名主要对手东古拉沙里和凯里，支持率则分别为百分之三十五和百分之六。尽管还有百分之八的区部没有表态。 但如果选情没有太大变化，一般预料阿莫扎西将有望胜出，正式掌舵乌统。这份调查是从上个星期四开始进行，八天到昨天结束，期间一共访问了五百八十一名乌统代表。调查显示，阿莫扎西上一次在竞选副主席时，已经和基层建立了良好关系，况且他的宗教形象也比其他两名候选人鲜明。至于东古拉沙里，则因为被看作是廉洁、有经验，又能够和。 敦马对抗的最佳候选人，况且他获得较多基层支持，被视为是取代阿莫扎西阵营最佳的代表，因此支持率正极其直追。之前是乌青团长的凯里，则因为年轻和积极的态度，获得大批想要求变的乌青和妇女组代表支持。况且他的新思维也受到媒体关注，自然成为公众眼中最受欢迎的候选人。不过他在乌统中央代表心中却没能获得多大支持。 不管怎样，调查发现，乌统代表的心中其实五味杂陈。在丢失中央政权后，党内批评领导层的声浪开始涌现。因此，虽然阿莫扎西人气较高，但求变的声浪会否高涨，威胁阿莫扎西的胜算？一百九十一个区部明天投票后，自有分晓。NTV 七综合报道。